徐艺洋、赵让。内地男演员、歌手何洛洛代表作《完美的她》，期待她《欢迎来到麦乐村》等作品的播出。内地女演员、歌手刘些宁，期待她的待播作品《明兰如梦》《古庚记》。内地女歌手、演员徐艺洋曾参演《春日暖阳》等影视剧，期待接下来她主演的影视作品《完美的她》早日与大家见面。内地男歌手、演员赵让代表作《追着彩虹的我们》插曲《就这样》，期待他的待播作品《赤子之心》，欢迎四位。请四位在我们的媒体区拍照。好，请移步至主会场。